吕正让郎永成接着管车，郎永成显然意见得开心。晚上，战任连全体士兵突然出现，下桌还推着蛋糕，今天是郎永成最心爱的车的生日，今天也给发射车过一个生日，郎永成很感动。此时吕正也接到了一个电话，是郎永成的老班长打来的。吕征将电话转给郎永成，郎永成低头不肯说话，老班长却说那次郎永成的5厘米偏差和他的偏差比起来根本微不足道，那次失误是他的责任，郎永成不禁流泪，他真的很想班长啊。班长安慰郎永成一切都过去了，希望他不要再背着这个包袱，郎永成蹲在地上把多年来想和班长说的话全说了出来，又哭又笑的。最后，大家一起在321车前留下了一张合影。下桌在篮球场打球，欧阳俊来给下桌送了一瓶水，也打起了篮球。下桌认识他这么多年，从没见过他打球，二人来了兴致比试了一下。欧阳俊看出下桌从青岛回来后就有心事，猜测是和梁诺有关，因为下桌最近总是看手机，而且每次看完总是一脸失落。下桌也没否认，倒是欧阳俊突然说这些有些不像他的风格。欧阳俊却反问他自己应该是什么风格，高傲、冷漠。欧阳俊忽然感慨一番，别扭地和下桌道了一声谢谢，咸鱼很好吃。黄文联系到了欧阳俊的母亲，母亲这些年一直在联系欧阳俊，希望他跟着自己到国外来，但都没有回应，也许欧阳俊是在怨他的不辞而别。但谁都无法割舍亲情，再大的隔阂都会消失。黄文自身也有很多困扰，他不知道该怎么与父亲相处，尽管他很爱他，很希望能够一直陪在他身边。黄文决定调岗去基地，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时，黄父其实还是很担心的。但也知道火箭军基地是高度机密，只能请求黄文大概指指火箭军基地在地图的哪里。基地离这里很远，但黄父还是表示会支持黄文。前段时间，黄文告诉欧阳俊，他母亲一直因为当年的事情自责着，也希望欧阳俊能够给他一个道歉的机会。黄文把欧阳俊的联系方式告诉他母亲后，欧阳俊也回复了他，其实欧阳俊从来没有恨过他，只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，也很想念他，期待着和他的相见。看到欧阳俊终于迈出了第一步，黄文很欣慰。欧阳俊也终于放下了包袱，重新成为那个生活在阳光下开心快乐的欧阳俊，像黄文说的那样对每个人保持微笑。某乡村小学，梁诺就在这里支教。部队里严役兵收不到快递，只能从代购手里买面膜，二人因为价钱扯皮了半天，最后还被吕征给发现了。吕征让严义兵写了封检讨，正在批评他时黄文来了，他要在连里住几天，吕征让他和严义兵住一起。黄文发现吕征在看心理学的书，吕征却还不肯承认。黄文认为下桌和欧阳俊这样的大学生是关入伍第二年更加重要，因为第二年他们要面对提干、考学、转士官、退伍等，心理波动比较大，他要全方面追踪他们的心理，
成立一个数据库以后就可以看出新兵可以走多远，但吕征认为心理数据和情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例子，还和黄文讲自己的故事做例子，黄文却认为吕征从内心里不接受心理学。吕征连忙表示否认，只是觉得不能单以心理数据来看这些兵。不过黄文既然来了，他也会配合黄文工作。欧阳俊听说黄文来了便来找他，吕征让他顺便把黄文送到宿舍。